继续来看这个国际狮子会340,000元，甲这个台中市大和狮子会等等的团体，大家公家出钱买一台这个行动的巡回车，它方便志工周山服务，推动偏乡的教育。一剪彩。大家欢喜剪彩，庆祝关怀行动巡回车正式报道。这台车是台中市大和狮子会和团体作为出钱开800,000元。我们哈啊给所有的偏乡给他们敞开了未来的一大步哈，这是我们狮子会所要做的哈。因为增卡囡仔读的才少，唔甘囡仔对袂着都市囡仔。这几年台中市大和狮子会过来在咧推动，唔呐出钱，嘛出来在咧内山国馆打造两座图书馆，含捐助经费来帮助部落的学校推动母语。从山上一直落到海边，所有的公益，我们结合企业，大家一起来做。希望透过因帮助人的行为，让山顶的囡仔在咧读册这方面对人会着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